OK，好，大家好。那我们呢，今天就开始进入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第四讲。我们继续讲序言。那上一次呢，我们是讲到了那个认识过程它是必须通过中介活动的自身反应、否定和转变，才能达到更高的自我一致性的结果。那么这种认识活动呢，它因此就是真理的，合乎目的的展开的过程。那接下来的这一段呢，黑格尔呢，他就对这种合目的性的行动进行了这个解释我们继续读的是书上的第14页，好，我们来看这一段的内容他说前面所说的内容也可以这样来表达。理性是一种合乎目的的行动。由于人们把一种遭到误解的自然界置于一种遭到误解的思维之上，从一开始呢就拒斥任何外在的合目的性，所以呢一切目的形式都遭到了质疑。但是呢，亚里士多德已经把自然界规定为一种合乎目的的行动。实际上呢，目的是一个直接的事物，一个静止的自己推动着自己的不动者，而这就是主体。主体的推动力，抽象的说来，就是自为存在或者纯粹的否定性。结果和开端是同一个东西，只因为开端呢，它就是开端，开端呢，它就是目的。换言之，现实事物和它的概念是同一个东西，只因为直接的事物作为一个目的，在其自身内就包含着自主体或者纯粹的现实性。任何具体展开了的目的，或者说任何实存着的现实事物它都是一个运动，一个展开的转变过程。但这样一种悸动，恰恰就是自主体，现实事物与开端的那种直接性和单纯性呢，它是一致的，因为它是一个已经返回到自身之内的结果，已经返回到自身之内的东西呢，恰恰就是自主体，而自主体呢，它是一种自相关联的一致性和单纯性。那么黑格尔呢，他在这一段的一开始，他就总结说，理性是一种合乎目的的行动，这句话呢，它的内涵是很丰富的。那么近代的科学理性，跟黑格尔这里讲的合目的的理性呢，恰好是相对立的，因为近代以来的这种科学理性，他们是以因果力学或者机械力学去取代了目的论的行动。就认为呢，这种传统的目的论，它在事件的发生之前，它就已经预设了结果或者目标，因为我们是知道所谓的目的，亚里士多德的这个目的论，基本是说万事万物都有它的目的，比如老鼠的目的呢，就是被猫吃当然呢，这是一种庸俗的解释了，实际上他所讲的这种目的论呢，就是，每一个主体每一个存在者他一存在，他就必须追求他的一个终极性把自己的一种潜在的东西，要给它成为现实要把它发挥到极致就像一颗种子，它的目的就是要成为大树这就是它的这种目的论。那么目的论呢，他就说我在事情还没有展开之前，还没有发生之前，我心里面已经对于最终的目的和结果我已经是了然于心了。所以呢，在因果论的解释看来，就认为因为因果论它是有一种时间次序的万事万物它是先有原因，再有结果的。所以因果论呢，它就认为目的论呢，它在事件发生之前，它就已经预设了结果或者目标。因此呢，它是一种违背自然秩序的导果为因，而康德呢，他就是这种科学理性观的代言人。
因为我们知道，在康德呢，他曾经在认生论领域，他强调，人为自然立法啊，人怎么为自然立法呢？是通过人的这种知性，他把人的认识分为感性、知性跟理性，知性呢，就是运用先天的那些范畴，来去为自然寻找规律，发现自然的这个法则，康德说叫为自然立法。那么在康德这里呢，理性的功能是什么？他说理性当然也有它的在认识论当中的作用，但是呢，理性的这种认识作用呢，它并不是建构性的，就是理性并不能真正的，带来新的知识。所以理性在认识的过程当中，它起到的只是一种康德说的叫范导性的或者调节性的功能，就是说，因为理性本身就是要追求整体啊，追求无限，追求超越自己的这种冲动。所以理性它可以引导科学研究不断突破，但是呢，理性它不可能是建构性的，它不可能生产知识，如果试图通过理性去产生知识为自然立法在康德看来就会导致理性的幻象，也就是说去想，比如说理性想去认识和规定那些无限的世界那不朽的灵魂，那至高的上帝这些都是本体论的，或者就是事物本身，那他认为理性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是吧？这是康德对理性的反驳就是理性在黑格尔这里成为了一种合乎目的的行动。其实这里面理性跟合乎目的的行动它就是一回事儿。所以康德在反对理性的同时，其实他也在反对目的论，或者说他反对目的论的理由和他反对理性的理由，也是一致的就是自然是没有目的的自然就是遵循的是什么？纯粹的因果法则有先有后，是吧？但是呢，我们知道康德在他的这个第三批判也就是判断力批判当中，其实康德对这样的近代的这种因果理性还是有所反思的。就康德在第三批判里面他承认大自然及其万物它都是合目的的。可是呢，康德所谓的合目的呢，其实它也是一种什么调节性的、范导性的康德称之为叫做什么反思性的判断力。就说这样的一种合目的性，它是一种反思性的东西，它不是一种规定性的判断力规定的东西就是我要真正的产生知识说通俗一点，康德的意思是什么呢？他的意思是我们在看待自然的时候，必须设想自然好像是合目的的，自然好像是普遍关联的，其实呢，自然在事实上是没有目的的自然各种现象之间事实上也没有我们所想象的关联，但是为了更好的把握自然，我们必须把自然看成是有目的的，看成是相互关联的这是康德的意思。那么黑格尔这里呢就向前迈向了更实质性的一步他就认为这种理性的合目的性，它不仅是具有调节性的引导性的意义它不仅是一种假设而且呢，这种目的性本身就是认识者的理性的要素，也是事情本身或者自然的理性的结构所以理性呢，在康德这里，他在黑格尔这里，他不仅是逻辑意义上的工具理性，而且呢，理性本身就是目的理性因为理性它自身在设定了它的目的的同时，也设定了这种目的展开和实现的方式这就是合目的性的行动就像整个精神现象学，它就是最高的目的就是精神本身。但是精神本身被设置为目的的同时，精神本身也为我们通达这种更高的目的规定了阶段、环节和次序这是黑格尔要讲的意思。也就是说，理性作为合目的的行动在黑格尔这里就是一种实质性的东西它不再是以康德意义上的假定的那么黑格尔认为呢，人们之所以排斥自然的合目的性，是因为呢，他说他们把这种思维，把自然置于思维之上，
把被误解的自然置于被误解的思维之上，也就是说，就认为呢，我们的认识呢，就是要使思维啊去符合自然。那么这种貌似客观的认识呢，其实源自对于自然的曲解，就是说他们把自然当作了冷冰冰的、机械运作的、毫无目的的集合体，由此呢，他们也就误解了思维，也就是说，他们就把思维呢，就视为是主观的和被动的，啊，就是思维好像它只有反映自然、符合自然才是正确的。可是他们所理解的这种自然，其实是一种什么？肢解到的，一种自然，曲解到的自然。所以在这种因果力学，尤其是牛顿物理学的主导观念之下，本来是自然和思维的理性结构的内在部分的目的，就被人们呢当做了一种外在的合目的性，而被赶出了科学认识的领域，这就使得任何对于目的形式的谈论都成为了不光彩的事情，似乎你一说目的，你就是反科学的，就是反常识的，所以亚里士多德的这种科学观就完全遭到了这个抛弃啊。那么黑格尔在这里呢，他要为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的理论啊，要恢复名誉，而且呢，他还要对此做出更大的推进。他总结说啊，目的它是直接的啊，静止的，自己推动自己的不动者。那么这里的直接的呢，其实它是指目的，它是贯穿于事物发展的始终的啊，一个事物它的成长总是围绕着自己的终极目的而前行的啊。如果一个事物的目的不同了，或者目的发生变化了，那么就意味着这个事物变异了啊，它就已经不再是原来的事物了啊，这是所谓的直接的。而所谓的它既是静止不动的，又是自己推动自己的啊，听起来是比较矛盾的。但它意思呢，它是分两个层面，就说从过程来说，目的它一定是要在运动当中实现的啊，所以它是自己推动自己的。但是呢，从结果来看啊，目的的实现它终究呢是符合我的初衷的啊，这种实现说明了我是没有变动的，它只不过是回到我原先的初衷。所以黑格尔说啊，这个结果和开端是同一个东西，开端就是目的。而且他还明确的说哈，这种既自身运动而又保持不变的目的呢，它就是所谓的主体啊，所谓的主体。那么我们完全可以把这个黑格尔的这番论述啊，联系到我们每一个人自身。我们甚至可以说啊，人成为一个独立主体的标志啊，就是他能够自觉的行动，积极的进取啊，同时呢，他又保持不变，他又具有恒定的方向和目标啊，就是我们看很多的啊，比如说办教育的啊，就可能会发生各种各样的这些外在的艰难啊、困苦，但是呢，具有恒定的方向和目标啊，他的目的他不变，围绕这个目的呢，他又积极性进取，所以就是既自己推动自己啊，又保持恒定不变啊。那么这种主体它到底是如何运动的呢？这个问题呢，它就说我们是需要什么？抽象的去看待的，也就是说我们要从本质上来看，而不用考虑主体啊，它在什么样的情境之下啊，它遇到了什么样的事情啊，这些事情都是偶然的，然后呢就驱使它啊向前运动。那么在这种一般意义上呢，其实它是主体推动自身发展的过程。也就是它是一种自为存在啊，或者纯粹的否定性。那么这是在重申前面的观点啊，因为纯粹的否定性它和自为存在它是一个意思啊，只有否定了它才能够造成自我与他者的对立，然后呢才有可能借助中介的自身反应或者自我反思的活动，然后呢回到更高的这个同一性，实现本真的目的。所以在自在存在当中，它一定呢就包含着这个自为的存在，而自为呢它就是成为主体，
而主体呢，它就是在纯粹的否定性当中自己推动自己啊，自己把自己这个创造出来。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康德他才说了这个现实事物和他的这个概念，它就是什么同一个东西。也就是说，在现实事物它还没有实现之前，它自身已经有一个概念，有一个目标，有一个蓝图了。所谓的概念就是什么？我心目当中的一个规划，我对我自己的人生到底什么样子，我就有一个规划。其实就是目标。那么，为什么概念本身就是现实呢？因为在黑格尔的概念，我们已经讲过多次了。他的概念就是什么？能够按照目的而活动的能力。概念不是一个机械的固定的定义，它首先是一种活动的能力。而对于具有目的的主体来说，他的自我就是他最直接、最纯粹的现实。也就是说，他总是有着要把自己实现出来的冲动，所有的这些外在的干扰和条件，对他来说都不是阻碍，反而是一种成全，都会把它打磨成更精彩、更符合目的性的自我或者自主体。而自我的现实呢，它不仅是一种经验的现实，它是一种什么？在概念引导下的现实，一个真正。最现实的人，最有力量的人，他往往都是为了某种观念、某种概念，能够扎根的人在这种概念的引导之下，他又能够扎根打底。如果没有这个概念，他反而是活得非常飘的因为他没有一个定海神针，没有一个定心骨。所以呢，真正的现实不仅仅是经验的现实就是概念引领之下的现实。只有如此。自我或者真理的实现过程，它才是纯粹的否定性和纯粹的能动性。我们通俗的说法就是不断的制造困难，又不断的这个克服困难。那么，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这个定义运动从潜能到现实的合乎目的的过程，也就是黑格尔在这里所说的展开了的转变的过程。展开的，是他的潜能和目的，然后呢，这个转变过程呢，则是把这个目的具体的实现出来。那么，任何实存的或者定在的事物也就是说，任何具体的存在者，尤其是作为此在的人，也只有处在这样的运动生成的目的性的活动当中。它才能够说它是现实的，所以呢，其实存在就是运动所以这是黑格尔的一个核心观点。而运动是什么呢？运动自然就是一种悸动它这里用翻译成悸动其实就是讲运动一定就是不安宁的、不安分的只有不安分的人才喜欢折腾，才喜欢运动，对吧？而这种不安分，它恰恰就是自我。走向自主的标志，开端它作为目的，作为概念作为潜能，作为生命的规划和蓝图，它具有直接性和单纯性。但是，运动者的实现者的现实事物，它与这样的开端它是一致的只不过呢，这种一致性呢，它经过了中介的不安、否定和自我反应。所以它变得更加的成熟了，丰富了，不管怎么样结果都是初衷的完满的达成，所有的结果它都是向着自身的一种返回，不管在这个过程当中经历了多少，你愿不愿意，但是呢，他们都是你的本质的一种展现你最后会发现，其实你所一生经历的任何事情都不是偶然的都是与你自己。自相关联的，你就是你所做的事情，而你所做的事情就是直接的你、单纯的你和统一的你，所以你的主体性就成为了你的人格和自由。那么在这里，我们还需要这个提醒的是这样的主体呢，在黑格尔这里从来都不是神秘的主体这是黑格尔跟中世纪古典哲学很不同的地方。
就是说他所说的所有的开端、现实和目的，都是从理性出发，在自身反应的运动当中，达到对实体本身啊，对主体本身的连贯和彻底的理解过程啊。其实实体跟主体它就是一回事儿，所以这样的单纯性也就标志着啊，这个世界其实呢，对于愿意投身于其中并且理解它的人而言，它始终是啊透明的、开放的啊，是保持欢迎的态度。我们很多时候并不是世界向我们封闭，而是我们向世界封闭了自己。OK， 那我们来看下一个自然的啊。他说，出于将绝对者想象成一个主体的需要，人们呢就使用了这样一些命题啊，上帝是永恒者，上帝是道德秩序，上帝是爱，等等等等。那么在这样的一些命题里啊，真相仅仅是被直截了当的设定为一个主体，而不是被表述为一个运动或者一种自身反应。在这类命题里，人们张口闭口就是上帝，但是这个词自身而言，它不过是一个无意义的发音，一个单纯的名称，因为只有谓词才说出上帝作为什么而存在着，才是这个词的内涵和意义。空洞的开端只有到达终点才能成为一种现实的知识。就此而言呢，我们看不出为什么何不单单就说永恒者、道德的世界秩序等等就完了。就像古人那样，单单说纯粹的概念、存在、太一等等有意的东西，这样还省得额外附带上帝这样的无意义的发音。但是使用上帝这个词儿，恰恰就意味着被设定的不是一种存在或者本质，不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普遍者，而是一个已经折返到自身之内的东西，它是一个主体。但在这个时候呢，所有这些还仅仅是被揣测到的。主体被设想为一个坚实的点，谓词呢通过一个运动附着在它的上面，以之作为支撑，而运动呢则是隶属于那个认识到主体的人，而不是隶属于主体的这个点。但通过这个运动，似乎只有主体的内容才会被表述出来。就这个运动的性质而言，它不可能隶属于主体。但既然设定了这个主体，那么这个运动它不可能是别的性质，而只能是一种外在的东西。因此呢，关于绝对者即主体的揣测，不仅不是这个概念的现实性，而且甚至使得它的现实性成为了不可能的了。因为所谓揣测，就是把概念设定为一个静止的点，而现实性的它却是一种自身运动。好，我们来看这一个自然的哈，这个一开头他就说啊，初一把绝对者想象成一个主体的需要啊，就是其实康德是赞同这个观点的啊，就是绝对者当然是主体啊，黑格尔是赞同的，绝对者当然是主体啊，这也是黑格尔他一直坚持的核心的立场啊。但是这里的问题在于，我们如何去理解绝对者的主体性。那么康德在这里其实他是批判费希特等人啊，他们对待绝对者是主体的态度，他们采取的是一种想象的方式或者表象的方式，也就是什么，直接把绝对者想象成主体，而无需理性的和目的性的运动过程，就我们上一段刚说的。所以就是这样的一种啊想象的绝对主体观，它只是武断的说啊，上帝就是永恒者，上帝就是道德秩序，上帝就是爱，反正呢这个上帝呢他就是最厉害的啊，最高妙的。由于这样的上帝或者绝对者啊，他仅仅是被什么主观的强行的外在的设定或者宣布为主体，而不具备这个反思性或者运动性。所以呢黑格尔说啊，在上帝是什么这样的断语当中，主词上帝和谓词永恒啊、道德秩序啊
爱呀等等，啊，它们不过是一种机械的组合，而根本不是经过有机联系而下的一种判断。所以在这样的断语当中啊，他说上帝这个词儿不过是空洞的名称或者无意义的声音，而它像永恒啊、爱呀、等等的谓词或者赞词，它们虽然具有内涵和意义，但是所谓永恒者、道德、世界秩序、爱等等的说法啊，它就如同古人所说的纯粹概念、存在、一那样，它没有说出更多的东西。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样的这个组合当中啊，上帝他是开端的苍白，而永恒者、存在者等等说法，则可以说是结果的乏味。而开端和结果两者之间呢，它缺乏过度的桥梁，这就使得绝对者是主体这个命题啊，难以成为现实的知识。总之呢，我们在单单的说出上帝，和单单的说出存在或者永恒者之外，还必须再多说一些实质性的内容。因此啊，我们就不能简单的把上帝这个词儿啊，设定为一种存在或者本质，设定为一般的抽象意义的这个普遍者。因为上帝作为一个实体，他必须是能够在自身当中被反思过的这个主体，也就是说，不能直接说啊，上帝存在就完事了，或者上帝永恒就完事了。我们还得展示上帝他到底是如何存在的，啊，他到底为什么是永恒的？只有这样啊，这种上帝啊，他才是充实的内在于世界的。那么遗憾的是哈，费希特他们并没有自觉的意识到这一点，啊，他们只是把上帝这个绝对的主体，设想为一个什么固定的点、坚实的点啊，就认为它就是超然于世界的。那么在这样的前提之下，不管人们如何描述、赞美上帝啊，诸如永恒啊、爱啊等等这类的谓词啊，它不过都是通过主观外在强加的运动附加到上帝这个支撑物上面的啊。这样一来呢，其实认识活动的功劳就被那个认识者窃取了啊，所以才有这样的说法啊，什么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啊，上帝都是人创造出来的啊，本来是支配认识者的绝对者或者主体，现在反过来沦为了认识者的认识的对象和客体啊，甚至是认识者虚构出来的东西。那黑格尔当然是不赞同的。所以呢，上帝或者绝对者自身的运动，或者真理自我呈现的过程。就这样了，就被人为的遮蔽了。那么费希特等人呢，对于绝对者的这种独断论的认识方式，使得绝对主体的内容与绝对主体本身成为了两张皮，他们呢被外在的捏合在一起。他们的初衷本来是想确立绝对者即主体啊，这个光辉的命题，这是没错的啊。绝对者主体即主体，它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命题。但是呢，费希特他们的做法啊，却是绝对者的概念丧失了现实性啊，因为呢，现实性它并不是简单武断的想象或者揣测啊，现实性它是一种自身运动。你如果不经过自身运动的否定、转变、反思的过程，那绝对者他不可能成为真正的主体。所以他们的做法是背道而驰的。他们把鲜活的概念设定为静止的、固定的、直接的知识。从一开始呢，就使得现实的运动它就不可能发生了。这是这一自然带的内容。我们再来看下一自然带。他说在前面已经得出的那些结论里，其中呢，有一个应该予以特别的强调，知识只有作为科学或者作为体系才是现实的，才能够呈现出来。此外，哲学的某个所谓的原理或者本源，即使它是真的，但只要它仅仅保持为一个原理或者本源，就已经是错误的了。因此呢，要反驳这类原理也很容易。
而反驳呢，就是要揭示出该原理的缺陷，而任何原理呢，它都是有缺陷的。倘若它仅仅是一个普遍者，或者仅仅作为一个开端的本源，任何根本上的反驳啊，它都是出自原理自身并发展起来的，而不是通过反面的断言和意见从外面掺和进来的。也就是说，根本上的反驳其实是原理的发展，因此也就是对它的缺陷的弥补。只要这个反驳不犯这样的错误，即只是关注它的否定运动，而不是从原理的肯定方面出发，意识到自己的进程和结果。与此同时呢，开端是真正肯定的具体展开过程，反过来又是一种针对开端的否定表现。确切地说，它所针对的是开端的那个片面形式，即仅仅直接的作为一个目的存在着。就此而言，具体展开过程，同样可以看作是对于体系的基础的一个反驳。当然，更正确的做法是，把具体展开过程看成一个标示，它表明体系的基础或者本源啊，实际上仅仅是体系的开端。那么这一段呢，黑格尔他再度强调前面的一个结论，那就是知识只有作为科学或者作为体系才是现实的。科学它一定是体系化的，而不是杂乱的认知。同时呢，现实呢一定是可呈现的，是可以随着理性思辨的过程而不断的深化的。那么根据这样的这个标准，某些哲学原理或者原则，它即便是真的，但是呢，如果它不进入科学的动态体系，接受自身否定、分化和反应的这种检验，那么这种固步自封的做法本身啊，它就是错误的。这里我们要注意的是啊，黑格尔他并没有否认原理或者原则自身的正确性，他只是强调这种正确性如果不经受理性的考验，那么它就是虚假的正确性，没有力量的正确性。这样的原理只要它停留在开端，而只要它仅仅是一个抽象的普遍者，那这就是它的什么最大的这个缺陷。所以呢，要驳倒它也是非常容易的。开端就是为了前行，抽象就是为了具体。那停滞不前的开端，不接地气的抽象，它当然是错误的。其实我们甚至可以说哈，在很多时候，到底什么开端、什么起点都不重要啊。就像我们比如说一个班的同学，每个人的出身、经济环境、家庭条件，什么都是不一样的啊，他的各种就是情商、智商等等都有很多差别，但是这些都不重要啊，毕竟开端和起点并不是由自己决定的，重要的是什么？大条条大路通罗马，你有没有勇气在行走的过程当中敞开自己，修正自己，融入事情本身，这才是最重要的哈。那么黑格尔接下来呢，他在这一段当中讨论到了什么是根本的反驳或者真正的反驳啊，这种讨论是很有启发的。他说反驳要根本和彻底啊，就得从内在的原理出发，而不是站在外面用一些相反的论断或者意见横加指责。那么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吧，你比如说柏拉图他一本书叫《理想国》啊，那么理想国呢，它设置了一个我们所说的一种啊，就是共同体的，就所谓的那种柏拉图式的共产主义的一种描述啊，就是理想国嘛。那么20世纪呢，有一个重要的思想家叫波普尔啊，他对柏拉图呢，他进行了批判。那么波普尔的批判呢，如果波普尔他仅仅是站在经验主义的层面，政治意识形态的层面，人身攻击的层面和简单类比的层面，那么这种批判就是外在的批判。所谓的经验主义层面，就是比如说他就反感柏拉图那种
唯理主义的政治规划，什么东西不需要计划和规划啊？所谓的政治意识形态层面的批判，就是啊，他从柏拉图那里，他说看到了极权主义的影子。所谓人身攻击的层面，就是比如他就认为啊，柏拉图其实就是因为自己想投身政治，结果他失败了，所以他才发表了这种哲学王统治的极端看法。而简单类比的层面，就是说，比如说柏拉图啊，他在《理想国》当中，他说人是有等级的，比如说人的天资是有差别的，有金的、银的、铜的、铁的，但是不同素质的人，他有不同的德性，对吧？但是柏拉图说，其实这样的一种出身的等级差别是一种高贵的谎言啊。那么，波普尔就把这种高贵的谎言与纳粹的口号"鲜血与祖国"的这种现代的神话就完全对应啊，因为纳粹也是有血统论的啊。我们雅利安人就是世界上最高贵的民族啊，别的民族尤其是犹太人啊，就是需要被统治的，甚至被驱逐的啊。他就简单的把柏拉图跟纳粹进行了对比。那么，所以说，如果波普尔的批判啊，他仅仅是这样的批判，那很显然就是一种什么外在批判。但是我们也知道，其实波普尔是非常懂柏拉图的，他是一个著名的古典学家，他同时深刻地把握到了柏拉图的这个思想精髓，他就指出柏拉图呢，他并不是热心的真理追求者，而是强烈的真理的占有者，不仅如此柏拉图在别的对话当中，把他的老师苏格拉底塑造成一个承认自己无知的，不愿意当哲学王的，跟政治发生冲突的一个典范，可是，在《理想国》当中，他却背道而驰，在论证哲学王统治的必要性。所以，尽管柏拉图口口声声哲学王不会受到世俗的荣耀、权势的诱惑，但柏拉图本人他的哲学也表现出强烈的统治欲望。那么，这种欲望就导致了柏拉图在方法上有一种封闭的。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就是通过某种理念、善德理念，就能一劳永逸的去统治这个世界。所以，波普尔最后他总结的对柏拉图的这种政治哲学的根本的批判就是哲学脱离经验，却又想干预现实，不了解人的生活，却又想支配人的生活，这是哲学的毛病，更是政治的危险。那么诸如此类的这种批判，其实就有点类似于黑格尔所说的这种内在的批判，根本上的反驳了。但是其实黑格尔所说的从内在原理出发的反驳，比我刚才所简单举的这个例子我认为还要深刻和更有建设性因为黑格尔他非常强调，他说这样的从内在原理出发的反驳最根本是什么，它是真理展开的方式，这个原理本身是需要发展的，而且呢，它是一个什么对其缺陷的弥补啊？反驳并不说是把缺陷给它完全否定就行了，不是的，它是要弥补，它是有一种建设性的，所以它是自己否定自己，自己反驳自己，是吧？这样的建设性的反驳能够让这些原理得到发展和充实。就像刚才所说的，原理最大的缺陷就是什么？它仅仅停留在开端。而这种反驳之所以能够弥补这样的缺陷，就在于反驳它能使原理从抽象发展为具体。反驳不是单纯的否定行为，它还能够积极的、肯定的认识到概念和原则自身发展的进程和结果。反过来了，对开端的肯定就表现在针对开端的否定他否定的是什么？否定的是开端的那种片面的形式，否定的是他的直接的目的性。所以原理他在开端之处他已经作为一个目的已经摆出来了，但是这样的原则它不是现成的他必须把自己展开实现出来。真理体系的基础原则或者目的无论多么美好，就像我们很多做教育的一说到我认为哪种教育都是最理想的，每个人都可以说一套头头是道，说一套最理想的这种教育的原理，可是
真正有几个人能够把这样的原理，通过一种自我否定的蜕变的方式，一步一步的实现出来，太难了。所以这样的一种原则或者目的，不管它多美好，只要它不属于开端的存在，它就是直接的、独断的，就是需要接受挑战和否定的。而具体的展开过程，可以说就是对这些基础或者本源啊，在保持开放的同时，要深化改革，这是这个自然的啊。我们来看下一个自然的，认为绝对者即精神，这个想法表达出来的意思是，真相只有作为一个体系才是现实的，或者说实体在本质上是一个主体，精神是一个最崇高的概念，它属于近代和近代宗教，唯有精神性的东西才是现实的。它是一个本质或者一个自在存在者，它置身于各种情况里面，自己规定着自己，既是一个他者存在，也是一个自为存在，是一个在规定性或者外在存在中仍然停留于自身之内的东西。换言之，它是一个自在且自为存在者的存在。但是这个自在且自为的存在，仅仅对我们而言，或者自在的看来，它是如此，它是一个精神性的实体，它必须对它自己而言也是如此，必须去认知一切精神性的事物，并且知道自己就是精神，也就是说，它必须成为自己的对象，但却是一个直接遭到阳气的，已经折返回自身之内的对象。只有当对象的精神性内容是通过对象自己制造出来的，对象对我们而言才是自为的。如果对象对他自己而言也是自为的，那么这种自行制造活动，这个纯粹的概念，同时对对象而言也是一个客观的要素。对象在这个客观的要素里面获得了他的实存，而这样一来呢，对象在他的实存当中对自己而言就是一个已经折返回自身内的对象。当精神这样发展起来，并且知道自己即精神，它就成为了科学。科学呢，它是精神的现实性，是精神依靠它的固有要素而为自己建造起来的一个王国。我们看这一段哈，又出现了一个最关键的概念，那就是精神。在这一段里呢，黑格尔他明确地界定了精神这个核心概念。他首先表明，前面反复阐发过的真理作为体系才具有现实性这个命题，与实体即主体这个命题，这两个命题呢，其实是同一个意思。为什么呢？因为真理它不能停留于开端，真理展开的过程就是按照理性的逻辑在动态的体系当中深入和丰富的过程，而真理的展开呢，又不过是实体自身积极主动的自我否定、自我反思的中介活动或者不断运动。那么这两个命题呢，它不仅是同一个意思，而且他们都表达了一个更根本的观念，那就是绝对者即精神。在序言之前已经做了很长的铺垫之后，黑格尔在这里呢，他终于引出了精神这个最高的概念。作为精神的绝对者，他既表明世界本身就是一个整体，真的东西永远是在这个世界的显现。作为精神的绝对者，他还表明这个世界的整体，这个真理的体系是我们的理性完全可以把握的。我们在不同阶段的认识、理解和行动都是在实现世界的自在、世界的自为存在。总之呢，黑格尔的精神概念它最重要的一体两面的内涵就是世界性和主体性。那么这个最高的精神他说是属于什么近代和近代宗教的其实所谓的近代就是指理性的时代，而这个时代的宗教就是理性的宗教那精神在这个时代呢，它是在世界本身和世界之中的，而不是超越世界或者呢，它在世界彼岸的，
同时，精神它作为概念而存在，啊，因此呢，它对人来说，它就不再是神秘的。人并不是被动的去接受精神的启示，而是能够充分的发挥理性，主动的以概念和逻辑的方式去反思和把握精神。所以我们甚至可以说，最高的精神才具有最高的现实，或者说，唯有精神性的东西才能够主动的把自己实现出来。你会发现，越有精神的人，越有观念的人，啊，他在这个世界上活得越积极、越主动。只有那些啊丧失精神的人，就是没有精神的人，他们就只能什么得过且过，死气沉沉。啊，因为这些没有精神的人，他们所追求的那些所谓的现实，其实都是什么房子啊、车子啊等等，不过是无根的啊、虚幻的。你怎么得来的东西，最后都能够怎么失去，对吧？所以呢，他后面的几句话啊，其实呢，就是对为什么唯有精神才是现实的东西，这句话的这个解释啊。那么黑格尔看到，精神的东西呢，首先它是本质的或者自在的存在，其他这里面所讲的就是康德所说的自在之物啊，包括上帝、灵魂、自由等等啊，他们呢不是现象界的啊，他们是本体或者本质。那不同的是，康德认为呢啊，这些本体或者本质是人的认识能力不可把握的，而在黑格尔看来啊，精神这种自在的存在啊，你认为它是不可把握的存在。其实他就说，就像前面我说啊，上帝是存在者，你怎么去证明上帝是存在者？康德说是什么？没办法证明的。但是黑格尔说啊，你这样的一种甩出来的这种规定，只不过是什么啊？精神自我发展的初步阶段。因此呢，当精神置于各种情况里，不被外在的东西所影响，而是能够自己规定自己，那么它就不再是自在之物了，它就成为一个他者存在和自为存在。那么所谓的他者存在，就是精神把自身看作他者，从自身分化出各种情况，又从各种情况当中啊去发现自我。而当我把自身看作是另外一个我的存在，这时候我就成为了自为存在啊，因为这另外的这个我，这个他在，他是我自己设立起来的对立面，是我自己的规定。他看上去是外在于我的，其实呢，仍然是在我之内的。我对我所设立的这个他必须有所作为，要通过他来反思自己，来认识自己。啊，这可以说就是精神的自我觉醒的过程。简单的说，就是从自在自为到自在自为的啊正反合三段论的辩证过程。整本精神现象学啊，它从感性、知觉、知性、自我意识，到理性、伦理、教化、启蒙，再到艺术、宗教、哲学等等绝对知识的这种结构安排，它其实也就是遵循了精神从自在到自为，再到自在自为的这种发展逻辑的。当然了，其中的那些具体精神形态的演进过程又有很多复杂纠结的地方啊，因为相互包含的各种要素在不同的阶段啊会发挥不同的这个功能。那么精神性的这种实体，它作为自在自为的存在，不仅对于我们的这个主观认识是如此，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啊把它看作是客观的、独立存在的实体，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必须啊对它自己而言，这个也是如此。这意思是说，精神实体的这种自在自为的存在啊，它说到底，并不是我们设定出来的、我们解释出来的，并不是我们通过康德式的先验统觉为自然立法的产物啊。实际的情况是，精神本身就是实体和主体，
它是一种客观的自我认识，他知道自己就是精神，并且呢，自己成为自己的对象，自己扬起自己，自己反思自己，自己回到自己。而从认识次序上来说，是先有精神实体的自我理解和自我呈现，然后呢，我们才能够认识到精神和去揭示精神。啊，如果精神不想让我们了解它，我们是不可能真正发生所谓的主体认识客体这样的认识活动的。用黑格尔的话说，只有当对象的精神内容是通过对象自己制造出来的，对象对我们而言才是自为的，精神制造精神啊，精神的对象生产对象的精神内容。有了这个根本性的前提性的精神实体或者主体的这种自觉展开过程，这个精神的对象呢，它才能够成为纯粹的概念。也只有精神概念化了啊，成为他所说的客观的要素了，那么精神呢，才可以被人这样的认识者以理性的方式加以把握。那可见呢，黑格尔他在这里，他是对主客观二元论的认识方式进行了一种釜底抽薪式的解释。在他看来，或者在精神整体的视野下，对象让我们认识，我们才能认识。对象呢，从来不是被动的被我们认识，对象总是主动的调动我们的能动性去认识它。通过精神的自在自为的展开，对象在这种客观表现出来的要素当中，就获得了他自己的实存或者定在，也就是精神就获得了他的现实性。因为这样发展起来的精神，它经过了这个中介的自身反应，又回到了自身。不知道自己是精神的精神啊，它是自在的精神；而知道自己是精神的精神，认知着自己的精神。黑格尔说，这就是科学。所以，科学的它就成为了精神最生动的现实性的体现。科学是精神的王国。是因为科学是精神依据自己从自在到自为，再到自在自为的发展环节的各个要素而自主的建造起来的。这些要素呢，黑格尔说它是一种什么固有的要素，这是因为它们都是精神发展的必然的、不可或缺的阶段或者环节。科学的发展从来不仅仅是认识外在的对象，而是精神对自我的认识，而哲学的任务呢，仍然是认识你自己啊。从这一段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它又是对认识你自己的一种生动的阐释。也就是说，只有通过精神，我们才能认识自己，而我们所认识的这个自己，其实也就是精神本身啊。科学是精神认识自我，也是自我认识精神。这是这一段的内容。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看这本书上这有一个空格，是吧？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会进入到另外一个小节。这个小节呢，它只有2段啊。它在别的版本的编辑所加的标题叫，大家可以记一下，叫做"认知或者知识的生成过程"。那么知识的，它就是对绝对精神的认识，我们刚才已经阐释过了。就科学就是精神的王国嘛。但是呢，这样的认识它要达到绝对精神，要是精神成为现实的，它就有一个生成的过程。认知向着科学接近的过程，它是从最肤浅的感性开始一个取代一个发展和提高到最高阶段的过程。那么这一小节呢，就做了这样的一些最凝练的简要的论述，实际上可以说是对精神现象学的一个概括。那么它也表明了黑格尔的思想它与近代的那种主体意识哲学的不同，我们待会儿会阐释。我们先来看第一自然段。第一自然段很长，我们分两块来讲解。他说，在一个绝对的他者存在那里进行一种纯粹的自我认识，这个真正意义上的以太是科学的基础和根基。
或者说是一种普遍的知识。哲学的开端有一个前提或者要求，即意识必须处于这个要素之内。但是这个要素呢，只有通过它的转变运动才能获得完满性和明澈性。纯粹的精神性是一个普遍者，可以表现为一个直接单纯的直接性。这个单纯的东西本身具有一种实存，所以呢它是根基，而根基呢又是一种思维，仅仅存在于精神之内。因为这个要素或者说精神的这个直接性是精神的一般意义上的基础，所以呢它是一种已经升华了的本质性，即是它既是一种反应啊，括号注明它本身是一个单纯的自在自为存在者的严格意义上的直接性，同时它也是一种存在啊，也就是说它是一个自身反应。科学从它那个方面要求自我意识提升到这个已态，要求自我意识能够并且真正做到与科学一起生活，在科学之内生活。反过来，个体也有权要求科学给他一个至少能够达到这个立场的梯子，要求科学在个体自身之内向他揭示出这个立场。个体的权利基于他的绝对的独立性，而且他在他的每一种知识形态里面都知道自己具有这种独立性。因为呢，在任何一种知识形态里面，不管这个形态是否得到科学的承认，也不管它的内容是什么，个体都是一个绝对的形式，也就是说个体是一种直接的自身确定性，因此呢也是一种无条件的存在。假如人们偏爱这个术语的话，好，我们这一段先读到这一块。那么一开头他又提出了一个命题，叫做在绝对的他在当中进行纯粹的自我认识。啊，这又是费希特的观念。把绝对的自我认识置于绝对的他者存在当中。实际上呢，他意思就是把自我要当作一个绝对的对象来考察。那么黑格尔呢，就称这样的认知方式叫做已态。那已态呢，它是从古代哲学和德国的神秘主义那里借来的一个概念，在当时的自然哲学当中很流行。为什么呢？因为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它无法去解释两个隔着真空的星球如何能够发生超距作用啊，就是这个宇宙星球之间，我们知道都是以光年计算的，是吧？然后呢，这些星球之间是真空啊。如果是地球上的事物，它互相吸引，我们还说啊，它是有空气，有各种介质吧。但是在真空当中，隔得那么远的星球，它们怎么会发生引力作用的，对吧？所以说呢，人们为了进行这样的解释，就设想有一种啊没有质量而又弥漫于太空的透明物质，起到了相互作用的媒介。啊，这个玩意儿就是以太，它充满整个宇宙，所有的运动啊，包括引力啊、光啊、电啊、磁等等，都是在以太当中进行的。那么这个假设呢，它要直到1887年由迈克尔逊和莫雷的一个实验才证明了光速不受到以太作用的影响，然后呢这个假设就被推翻了。后来呢，爱因斯坦在此基础之上提出的相对论啊，进一步就彻底否定了以太的学说。但是呢，在黑格尔那个时代啊，人们是普遍的认为啊，以太它是必不可少的。纯粹的自我认识必须在绝对的他者存在当中才能进行。这就类似于啊，引力的作用必须在以太当中才能发生。所以以太具有一种什么基础性的作用。所以正是通过以太，也就是纯粹自我和绝对他者的结合，正如上一段所说啊，精神的这个纯粹概念才能同时成为一种什么客观的要素啊。而在这一段当中啊，黑格尔在这里他也紧接着说，哲学的开端和前提啊，就是意识必须啊处在这个要素当中，也就是啊内在的自我意识啊
它必须能够外在化、他者化，能够被看见，才能够被分析。以太呢，虽然看不见、摸不着啊，具有神秘性，但是呢，以太作为介质，它标志着人们以理性方式解释自然现象的重大努力。黑格尔也承认，以太是科学的基础和根基，但是很显然，他已经敏锐地看到了以太的模糊性所导致的科学化的不足，所以他说这只是一种什么普遍的知识。我们都知道，普遍在黑格尔这里往往意味着还停留在开端和抽象，所以以太或者要素还必须经过转变运动啊，才能达到什么完满性和明澈性。完满性呢，就是最终的充实、彻底的成全。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事物总有从潜能到现实回归本真自我和整体的趋势啊，这是符合事物的目的的。但更重要的是，这种回归完满的过程和结果，它呢都是透明的啊，都是可以通过理性来把握的。所以合理的就是现实的，现实的就是通过合理的方式才成为现实的啊，这是黑格尔的观点。所以黑格尔的话其实并不是啊神秘主义，他反而是更强调啊人的理性认识能力。不仅如此了啊，从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出，虽然黑格尔他与近代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比如笛卡尔和洛克等人一样，他们都认同世界是透明的，是可以通过理性来把握的。但是我们知道，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他们都是从主体意识出发的二元论的哲学。黑格尔和他们不同的地方在于，他认为理性必须首先是世界本身的啊，事情本身的、精神本身的理性。理性它不是纯主观的，也不是纯客观的，而是整体性的和逻辑的自我展现的。人们认识世界的理性能力与世界本身的合乎理性，这两者其实是一回事。所以呢，只有立足于世界的理性啊，才能谈得上认识和省察世界的理性。那么精神从直接性走向现实、完美和透明的途径，就是转变运动，也就是中介的否定的自身反思的生成活动。精神在开端之处的纯粹性、普遍性和直接性，虽然还是抽象概括的，但是呢，黑格尔这里他强调，它仍然是一种什么？是一种实存啊！这就让我们听起来怎么有点。它有点自相矛盾了，是吧？因为实存呢，就是事物当中具体事物的存在嘛，是吧？精神是抽象概括的，怎么是实存呢？其实黑格尔的意思是什么？精神的这种纯粹、普遍和直接，就是它已经形成以太了。它是一个借以走向现实的根基或者起点啊。但是呢，这个以太这个根基，我们只能把它理解为是一种思维啊，它目前还只是一种思维，因为它不存在于万物之中，也它只存在于精神之中。当然思维的东西啊，比如说逻辑思维，它具有最普遍的单纯的本质啊，就逻辑就是不会受到这种经验的干扰啊，逻辑的这些定律到哪都去都可以实施，所以逻辑思维才是普遍和单纯的东西。以太这个要素是精神的直接普遍的基础，但是呢它显然已经是一种什么升华了的本质性。也就是说，它是已经思维化了、概念化了啊，它不思维化和概念化，它就不可能成为认识和科学的起点。所以借助这样的本质要素，我们才能够进行反思，从直接的自在走向直接的自为。反思就是自为。同时这个阶段的反思呢，它还只是直接的反思，也就是它是自我意识的直接分化。而且呢，这种分化呢，它也意味着它是一种存在，意味着走向现实，所以呢，它还是一种什么自身反应，也就是说它会通过分化出来的他者自我认识到了自我。没有这个以太，
没有这种分化了的这种本质性，那么自我意识就无法走向科学的认知渠道。所以黑格尔说，要与科学一起生活，在科学之内生活。啊，这是可以说是科学在这个时代向自我意识提出的召唤。与科学一起生活，就是自觉的以科学来指导自我意识的提升。而在科学当中生活，就是已经达到了绝对的认知，整个人都成为了科学的人格。时代的科学精神要求自我意识科学化。这一点我觉得怎么强调都不过分。比如说在今天，我们已得理性和科学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我们发现我们今天还是有很多装神弄鬼的人。如果在这个时代我们去认识绝对者，或者认识那些不可知的事物，我们还是想着靠启示、靠灵感、靠经验、靠直觉、靠那些原始的粗糙的方式，那就辜负了人作为理性存在者的责任。反过来啊，个体呢，他也有权利要求科学给他一个至少能够达到这个立场的梯子，也就是获得科学的步骤、方法、途径等等。那最重要的是，这样的这个阶梯是科学在个体自身之内向他揭示出来的，所以明梯子它并不是外在的啊，而就在自我的内部。就像笛卡尔最终找到我思一样，个体只有从自己出发，让自己感到踏实，才是直接确定的。那么这样发展起来的科学才既是客观的，又是理性的。这其实黑格尔在这里其实他是概括中述了近代理性所建立的这个近代科学，就笛卡尔式的这种理性观和科学观。这种理性和科学，它弘扬个体的绝对自主性和独立性，把个体呢当作无条件的存在，也就是把那种不需要任何中介的不可怀疑的我思作为科学确定性的前提。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近代主体意识的二元认识论哲学尽管它是客观的、理性的、确定的，但是呢在黑格尔看来，它却含有致命的对立、颠倒和撕裂这是黑格尔接着要批判的。那我们就接着来看这个自然段的后半部分。所谓意识的立场，就是不但知道客观事物与自己对立，而且呢知道自己与客观事物对立。如果这个立场被看作是科学的一个他者，在其中意识只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那么这毋宁说是精神的损失。反过来，科学的要素对意识而言也是一个遥远的彼岸世界，意识在那里呢不再占有他自己。这两个方面的任何一方在对方看来都是真理的颠倒。当自然意识把自己直接托付给科学，这是一个尝试，即试着用头来走路。尽管呢他不知道自己是受什么样的力量的驱使而做出这个尝试的，那迫使意识自己为难自己，迫使意识接受这个异乎寻常的立场并且在其中活动的东西，是一种未曾预料到的看起来很偶然的力量。不管科学就其自身而言是什么样子，当它与一个直接的自我意识发生关系，就呈现为一种与后者相对立的颠倒物。换言之，因为直接的自我意识在其自身确定性当中掌握有它的现实性的原则，所以呢，当它自为的存在于科学之外时，科学在形式上就呈现为一种不现实的东西。因此，科学必须与这个要素合并，或者说更重要的是要表明这个要素隶属于科学本身，以及它是怎样隶属于科学的。一旦缺乏真正的现实性，科学就仅仅是这样一种内容，它仅仅是自在体或者目的，但目前还仅仅是一个内核，仅仅是一个精神性的实体，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精神。自在体必须脱离自身，发生外化，必须转变为自己的对象，而这无非是说自在体
必须与自我意识合并成一个单一体啊，这是这一部分的后半部分啊，我们来看它是什么意思。那么实际上呢，这种主观意识的认识论的这个立场啊，它实际上制造出来了什么？主客观事物的二元的对立，意识总是关于某物的意识。啊，就像胡塞尔的现象学所说的啊，意识有一种意向性，就它总是要指向某种对象的。所以说，意识的立场其实就是把意识和意识的对象啊看作是相互对立的。那么，这个立场呢，对于科学而言，其实呢是一个他者，因为意识在其中仅仅是主观的凭自己而认识自身，而不是呢凭科学来认识自身。所以呢他还是在什么半道上，没有看到意识和对象之间的更根本的统一性，这就意味着精神的损失。而且呢这种意识他所认识的对象终究还只是经验的对象，还只限于现象界。对于科学的真正要素来说啊，也就是那些真正需要认识的最重要的事情本身和世界本身，这对于这种二元论的认识观来说反而是不可捉摸的啊，不可知的，可以敢说这是什么遥远的彼岸的。如果科学不能把握本体，融入本体啊，最重要的认识东西不认识，反而认识那些琐碎的东西，那么科学的价值就非常有限，非常值得怀疑了。那些最根本最重要的东西呢，仍然被作为了神秘的事物去压迫着意识啊，使意识呢无法自主的这个站立起来，站立起来。所以呢，在这种意识立场里，主观是封闭的，客观呢它是遥不可及的，而主客观之间呢始终有一道鸿沟，所以主客观的统一就成为了痴人的妄想。相互隔阂的结果就是呢，都认为对方是什么真理的颠倒，也就是说，这种科学世界的图景啊，其实它是一个颠倒的世界，而无法做到他们所宣扬的以科学来客观忠实的反映世界。而在这种近代科学世界观的时代精神的诱惑之下啊，自然意识，也就是那些朴素的意识、直观的常识，也纷纷把自己托付给科学，就害怕别人说自己不科学啊，都想把自己科学化。那黑格尔说了，这样的做法就是试图用头来走路。但要注意啊，当黑格尔这样说的时候，他并非完全是贬义。用头来走路就是把一切知识建立在自我意识的基础上，要走概念化、思维化的道路。这样看到的世界呢，虽然是颠倒的，但是在黑格尔看来呢，它仍然是有积极的意义的，因为它迫使感性自我否定、自我提升，从而迈向真正的科学。那我们知道，后来的马克思在《资本论》当中啊，戏仿了这个比喻，他反过来批判啊，黑格尔的哲学是一种投足倒置的哲学啊。就先刚在这里注释写的啊，马克思说，在他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为了发现神秘外壳的合理内核，必须把它再颠倒过来。那马克思呢，他显然是从唯物主义出发，要求呢重新用脚走路。那对此呢，我们不做过多的评价，但是我只想说一句啊，其实用脚走路在根本上还得依赖头脑啊。那么用头倒立在黑格尔看来乃是走向真理的必要环节，只不过呢他也必须自我否定啊，就像意识必须对那种偶然的力量、杂乱无章的自然意识状态强行否定、自我挑战一样。人如果要进步啊，确实是需要自己为难自己的，只有这样才能在自我规定的必然道路上实现独特的自由。科学发展的进程就是不断的自我颠倒、自我否定的过程，这可以说是自我意识内部的战争，是灵魂深处的革命。要把颠倒的东西再颠倒过来，在与之前的环节的对立当中
去不断的寻求更高的统一。那么直接的意识它确立了自身的确定性，这种确定性它预示着一种向世界更深入的发展的趋势，因此呢，它才可以说是一种现实性的原则，也就是自我否定、自我实现的过程。而否定的过程中，必然会自为的处于科学之外，也就是呢，成为科学的他者，与科学本身发生颠倒。科学呢，就会被暂时的，也被视为不现实的东西。但实际上，这又是从现实走向不现实，再回到更高现实的过程。无论怎么样，这都是二元化的思维。自我与世界，自我与他者，主观与客观，现实与非现实，科学与非科学，都是相互对立的。但是呢，科学的发展呢，他说必须与自我意识的要素，与它的实现出来的现实性必须合并。所谓的自我意识，所有的自我意识，所有的自我分化出来的东西，终究都是隶属于科学的。作为自在体的科学和自我意识，它都是精神的表现。科学作为自在体，它还仅仅是一个精神实体，是一个目标。那么它还需要成为精神的主体，因为精神呢，就是实体和主体的统一。所以呢，科学自在体的这种外化，它是必然的，它必须转变为它自己的对象，否则呢，就无法成为现实。但是科学自在体与自我意识合并为单一体，就更是必然的了，因为科学呢，它最终呢是要达到精神对自我的这种绝对的认知啊。这是这一个自然带的内容。我们再来看这个下一个自然带，就比较简单。他说，这部精神现象学所呈现出来的，就是一般意义上的科学或知识这样的转变过程。最初的知识以及一个直接的精神，它是一种缺乏精神的东西，是一种感性意识。为了成为真正的知识，或者说为了制造出科学的那个要素，即科学的纯粹概念本身，它必须经历一个漫长的辛勤劳作。这个转变过程呢，是通过它的内容，通过它包含着的各种形态而建立起来的。它不是人们首先想到的那种科学导论，从一种非科学的意识过渡到科学，也不同于科学的奠基。反正呢，绝不是一种亢奋的心灵，像子弹出膛那样，直接以一种绝对的知识为开端，而对其他各种观点只需说一声不解释，就等于完成了清算。我们今天就把这一段讲完。那这一段呢，它就简略多了。它简单的交代了黑格尔对这部精神现象学的构想。精神现象学是对科学或者知识生成过程的不同阶段的形态的描述。它要从最初的知识，也就是感性的意识出发。那么这种感性的意识呢，虽然是直接的精神，但是其实严格来说，它就是没有精神，它是缺乏精神的东西。也就是说，它根本还没有意识到有精神那回事。从这样的意识迈向真正的知识，具备科学的素养和思维，就他这里所说的要素和纯粹概念，它是要经过漫长的辛勤劳动的。那么其中呢，将会经过不同的精神形态的阶段。那黑格尔的这种现象学呢，它就区别于三种科学认知的模式。第一种模式就是引导不科学意识进入到科学的那种指南。那这种指南呢，注定是大而化之的，不可操作的，而且根本上也违背了黑格尔式的科学精神。因为在黑格尔这里，不科学阶段和科学阶段不可能截然两分。哪怕是感性的直接性，它其实都是向着科学阶段发展的过渡的环节，我们不能这个人为的割裂。我们要把握它的是它们内在的演化逻辑，所以这是它要抛弃的第一种模式。那第二种模式呢，就是指为科学奠基的著作。在黑格尔那里呢，为科学奠基的著作不是精神现象学，而是逻辑学。那么精神现象学呢，它是从事情本身的逻辑出发，
他为我们展示了科学认识如何从真理的整体内部自我展开和提升的过程。从中我们也看到了自我意识融入到精神的这样的进程。每一个阶段其实都是很精彩的。那么这是他批判的第二种模式，精神现象学不是简单的奠基，它已经完全是一个独立成熟的一部著作。第三种模式就是像手枪发射子弹那样，以一种狂热的激情把直接知识作为开端，并且呢永远觉得开端就是一切。这显然就是要批判谢林等等浪漫派的做法。那这些人呢，他们不屑于其他的观点，不解释不尊重科学发展的环节和逻辑，所以呢也就不认真投入到这样的科学的劳作、争论和辨析当中。那么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呢一反上述三种模式可以说是开辟了一条通往真正的科学的康庄大道。他为我们奉献了一部勇往直前的精神史诗。好，我们下一次，好，谢谢。